然后喜欢我的，别忘了给我勾一勾我的直播室通知。刚刚那位渣渣已经下播了，然后下档了。然后你们要喜欢我的话，我叫悠悠，不是天天老哥。你这样就上瘾了。来，先给大家跳一个舞，跳一个舞蹈主播都会的上和下。来，兄弟们，把你们的六六扣一波呀，六六。跳上和下啦，上和下。没性感，对，没性感。我们是正经跳舞的。点关注啊！谢谢我糖糖，谢谢刚刚给我送爱之初体验的哥哥，谢谢你的第一次。天天跳的不错，大哥，我都说了两遍了，我叫悠悠，不是天天。好坏呀、啊、你们一定是故意调戏我的，是悠悠，逃之夭夭的悠悠。天天。好吧好吧，天天就天天吧。好了，再给大家跳一个，再给大家跳一个慢一点的，好吧，跳一个慢一点的。刚刚渣渣跳的舞都挺慢的，咱们给大家也跳一个慢一点的。然后喜欢我的别忘了给我勾勾直播室通知啊，我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舞蹈主播。大家跳一个慢一点的。
kiss me on the lips. Nine. Run your fingers through my hair. Eight. Touch me. Hold it. Let's go straight to number one. Run your fingers through my hair. Touch me. Let's go straight to喜欢我的记得给我点一点直播室通知哦，我就说过了，说跳慢舞比跳快舞更累。谢谢小傻，谢谢刚刚哥送的皮皮虾。兄弟们，赶紧把直播室通知给我勾一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对，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姐怎么了？然后咱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啊，等一下等一下，如果就是时间到了之后你们可能就看不见我了，所以一定要过个直播室通知，然后这边结束轮麦之后我就会回去开直播，这边轮麦结束之后我就会回家直播，然后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儿。这个深入了解具体的多深咱们就回直播间慢慢讨论。那么最后一个舞给大家带来最后一个舞，想看我跳快一点的还是跳慢一点的？最后一支舞了，想跳快，想看快一点的还是想跳慢一点的？那我数三二一啊，我数三二一，咱们这边截屏，截到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啊，三二，就快点，咱们大家一块就打快慢快慢，然后我就这边三二一，我们这棒打鸳鸯是啥呀？那就快的吧，最上面这一条是快的，给大家跳一个快点的。大家要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这样你才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舞蹈，知不知道？就你们每次我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赶紧在那扣字儿，才能看看自己喜欢的舞蹈。好了，给大家跳一个加特林好吗？跳一个加特林最快的。下次咱们再有这种，就咱们明天我还是这样问你们，快慢快慢，你们就迅速在下边打字儿，这样才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舞蹈，知道吗？来，666，哎，你是王哥不？阿王，社会王。别想买吧，买根枪。我也是混社会的，是吧？我也是社会人，你们想什么？有没有加特林呢？加特林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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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猫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再打电话我试试嘛，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我试试咋的呀？啊，我买枪。买啥枪？我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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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蓝火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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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怎么打上的？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的。那我买个打火机。我买把短枪，打个筋儿没问题的。短枪有没有问题？不行，你买枪干什么？行，你一把多少钱？我买十把。你买那么多干啥呀？我买完了，你帮我想个办法，帮我给它组装成加特林，最好还能冒蓝火。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房门儿了。哒哒哒哒哒哒。来，我告诉你地址，北方大集新手营，我在运输船上等你。去你妈！没点关注记得一定要点点关注，接下来有咱们的新秀新歌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哦，想要继续的可以点了直播室通知跟我回家看更精彩的节目。